43623,58.7 圈的，看一下这一款啊，希诺宾果绿色的一款啊，满绿的镯子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镯子的话水头也是冰润啊，冰润有加啊。然后颜色的话也是啊，淡色淡果绿色啊，非常的不错的一款呐、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镯子外观吧，啊，有些小棉絮啊，这边的话还稍微有一点点杂质啊，小棉絮。然后镯子这边的话，它会有一条纹裂啊，一点点表皮裂啊，有点点啊，侧面看的话也是会有一小点点，这边的话会有一点点刮感啊，这种的话是轻微纹裂啊，正常佩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它只是内层有一点点的那种断痕，所以说啊会形成这样的啊，然后这边也会有一。